每一个宅男心中都有一个女神，第一眼看到雅玲，她就是我心中的女神。你们这儿有电源吗？我就是电源，能插的电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干嘛画我？你喜欢我吗？你们家一共有多少个人？我是一个人。是一个呀？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告白？不是11个人，而是一个人。21个？因为我觉得你不会想要听。其实是一个人。71啊？又是一个人。91啊？那如果我想要听呢？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备胎，可是我一点都不介意。我会尽力做好一个备胎的本分，无怨无悔，默默地守护在女神旁边。你有没有手帕？干不干净？干净啊。